一字没有。一一字没有。正奇，正奇。我。今天是第96天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又是跟我们黑叔在外面啊，练路上的日子。今天我拿了一个瑜伽球过来，等一下叫我们黑叔扶着是吧？然后我就在那打自由腿练核心，这个是非常棒的啊，各种核心各种练，练完这些东西之后就下水，随便游个400到1000米当做放松。我这个今天我撇大条了，但是感觉还是一肚子屎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很难受是吧 ？OK， 先跳绳热身，我穿鞋了。跳四，休息，啊，第二组，休息，啊，你就是我的小 king king， 你在干啥？小 king king。同学们，准备活动做的差不多，接下来我们试一下，我们黑叔帮我扶住那个球，我正在打腿，看看他能不能扶得住。谁计时啊？开始。到了吗？没到。计划发生了改变。哎，15秒一组，30秒一组，你来。但是打过没那么累，我觉得。嗯，我给你计时啊。等一下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到了吗？你不30秒吗？我30秒吗？嗯。哦，好，再下去30秒。好。我有15秒。你觉得还行啊？还行。那我开始啊。我太累了，我觉得。好，嘿，走。15秒。还可以。20。啊！啊！哇，我这两个腿！这样子没那么累吧，哥 ？OK， 但是就是要累一点啊！打快点嘛！我放着好不好？好，我打算练10组，练完这个之后再想别的。
我之前练这个是躯干比较累，腹，特别是腹部，但是现在做这个练的时候腿累，站起来之后心肺累，休息完了之后感觉哪都不累，是吧？祝你的状态，我说过什么啊？快不起来，慢不下去，搞总能搞，中年人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会尝试一下能不能打蝶纹腿，频率慢一点可以是吧？腿往下踢，屁股拱起来。OK， 下个先打十下试一下。好，一、二、你们呢？怎么越踢越快啊？啊！摔天吗？啊！给我闻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还行啊，我觉得没那么累。OK， 我看了一下之前动作蝶纹腿的动作都太丑了啊，我尽量啊优美一点搞起来啊。怎么样？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去了，我再随便做一点其他七七八八的。这个动作是模拟那个自由泳转体是吧？很多人自由一转体，这个动作架不住，这里绷不直，身体容易歪什么的，核心缺乏力气，塌腰啊什么的。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去练习一下，秘诀是两个腿要分得足够开，这样才可以给转体一个很好的支撑。我给大家做一下正前方的动作啊，正前方。一个手往前伸，身体转过来，架住，不要松了。手是往正前方伸，然后换一个手，换一个，顶住，哎 ，OK， 哎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试一下，在垫子上做比较好，免得摔下来了，是吧？好，同学们，仰泳太黑了，怕撞墙；蛙泳我不游的，好吧？自由泳太累了，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冲个50米蝶泳吧。还是按以前那样子，我就直接出发，然后就直接拍，后期再计时，好不好？同学们有兴趣也可以拿出秒表来记一下我游多少，去中间。
菜、大蒜、麻油、一勺酱油和辣椒酱。讲讲讲讲，我培养出来的涮肉员没有一级也有二级。我们又加了两盘不拼了，这个火锅吃得很爽，但说实话不是很饱，好不好？全是肉而已。这个吃完肉之后，我们当然是要搞一些蔬果来综合一下啊。这里没有蔬菜。OK， 其实今天吃的一点点哦，喏，两个小香梨。那个蔬果店他进了一批啊，之前的香梨都是绿色青色的，这一批全部带点粉色，贼好看，我就买了。嗯，说实话没有之前的好吃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们意志力坚强的人连胡萝卜和芹菜都敢啃啊，这梨子完全不在话下。然后两个柿子贼爽，好吧，我爱柿子。这个柿子已经开裂了，就熟到不能再熟了，已经受不了了，是吧？说实话，之前买的那种鸡心柿子要甜一些，要好吃一些，无敌的枣汁若干个。然后两个无敌的李子，冰箱里面只剩一个了，我想明天早上留着吃。这个李子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基本上一公斤也就是两斤要130，真的是太贵了。但是我如果水果店近期没有要特价处理的，我就打算买一箱回来吃。真是让人欲罢不能。太好吃了，本来想搞一些葡萄，但是想着算了，晚上不要吃那么多甜的东西，太甜了容易长胖，好吧。嗯，说实话现在不是上秤的好时机，因为我刚刚喝了好多水，可能晚上吃火锅放太多酱油了，但是啊，我没怕过。我靠，刚刚站上去那个数字在跳的时候
90公斤一闪而过，吓死个人，同学。但是89.8，这个也挺吓人的吧？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这几天都很努力的在训练啊，我这几天也没吃特别多的东西啊，就正常吃啊。明天星期天，后天星期一，但是后天这个星期一我不休息，我调到星期二休息，因为星期二是10月8号，正好国庆假期过了，我打算去趟澳门，吃个自助餐，好不好？澳门这个自助餐啊，还是比较好的，好吧？说实话，珠海的自助餐已经吃腻了，是时候要去其他就地方吃一吃了，好吧？澳门自助餐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同学们，实际上这都没关系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几天早上都起来称了一下啊，就是86点几，86.5啊，85.9啊之类的，所以我很安心，好吧？晚上真的是因为喝了太多水了，才会这个样子，效果还是很有效果的啊。对，就这样，希望同学们不要担心。真的快100天了，其实我好慌，好吧 ？OK， 明天继续加油，就这样，同学们拜拜。